现场。是的，我们刚刚呢已经举行完了是来自我们的创意排舞组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直接就要来进行我们的颁奖仪式了。一样，颁奖之前呢，虽然是我们的创意排舞赛，但是呢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非常认真的来看待，所以呢我们马上呢就要来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创意排舞组的三位评审老师，来我们今天的选手们啊来进行我们的算是在评审老师的讲评时间，欢迎。是的，欢迎我们的评审代表先贤老师。是的。大家有吗？哎，有，欢迎欢迎。今天的组数啊虽然比较少，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每一组他们对卡米蛋这个比赛音乐的表现，然后还有创意的展现这样子。然后我特别喜欢第一组薯条蛋糕，就是他们虽然五个人年纪，是五个人还是六个人？年纪就是悬殊很多，但是都可以很完整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跳舞的热情，对这个舞台的渴望。对，然后其他组别的话，也有专业的舞者嘛，那也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每一个风格的呈现，比方说有拉丁的组别，有 pop 的组别，也有歌曲的样子。对，然后也是希望就是台下的观众们可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跳舞的话，你也可以明年来比比看。对，创意是没有分年纪的，也没有分年限的，是也没有极限的，对，也没有极限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继续跳舞下去，然后给两位评审讲一下。是，好，接下来没错，欢迎我们的小林老师以及担当的啊，请。谢谢大家好，我觉得那个虽然说四组，可是就是刚好风格就是各有一个 style， 就是蛮刚好，很酷，这样，对啊，然后感觉到大家都那个热情满满，对，所以希望下明年再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这样，对啊，那如果要讲的话，可能那个整齐度可以稍微调一下。对，因为可能是创意组，所以把重点都放在那个创意上面，反而那个整齐度好像没有去顾虑到。毕竟对了，毕竟我们小林老师也是颜值担当哦，他也是对于自己的五官也是很整齐哦，所以呢，他也会非常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跳舞的部分也能够整齐一点啊，对不对？哦，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最后蔡蔡老师啊，哇，你这个锁龙头哎。大家都讲完，那我要怎么讲？我觉得今天创谁是谁？不要问，嚣张老师你惹不起啊！对，不好意思啊，请我们的这个评审老师们不要干预我们活动的进行哦，即使你是下一个部分的评审，好吗？对，哦，好，来，请继续话。好，我觉得今天是我们是凭创意排舞，所以毕竟它是排舞赛。那创意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对非常的有想法。那我觉得它建立在你的基础上，所以跟小林老师说的一样，整齐度或是基础上可以去再多雕一下。对，那其他我觉得很棒。对，就这样，谢谢。好，谢谢。好了，听得出来，最主要还是我们先贤老师来算是讲评的部分啊。另外两位老师算是插科打诨啊，做个补充啊，也不错，很棒的。好了，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来宣布成绩的时候到了啊。好，刚好我们有三位评审老师嘛啊，待会也是一样，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帮忙来宣布一下成绩。所以呢，在宣布之前，我们还是先邀请我们待会的颁奖贵宾。是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联华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行销处协理，我们李青云李协理，欢迎。是的，待会就请我们李协理来代为颁奖了啊！待会的冠军的部分，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李协理来宣布啊。OK 的，好，所以我们马上来宣布的是我们第三名的得主。第三名的部分，我看一下啊，先贤老师来讲好了，你知道第三名是谁吗？来自我们卡迪娜创意组的第三名得主的队伍是，抬头跳舞，
没错，恭喜我们的 Isotope。 来， Isotope 的选手们在哪里？是我们的两位 popping 的选手 Isotope。 是的，恭喜你们获得我们第三名的佳绩，欢迎你们，谢谢。就跟你讲，我们的卡廷那是佛心来的啊，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尽量给你机会啦。好了，恭喜我们这两位选手能够获得我们的季军奖金5000元以及我们的奖牌面，恭喜你们，谢谢。就我们的李贤礼来颁发，谢谢。好的，谢谢。来来，我们协理站中间，好，来，也恭喜我们两位选手哦。来，我们看中间镜头，3、2、1。请我们 Isotope 的选手们哦，拿着你的奖牌哦，我们先站在后面哦，我们先稍等一下下啊。是，那么马上要宣布的是来自我们创意排舞赛的第二名。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哦，我们的卡迪娜真的是国星来的，而且也真的是非常对于我们的街舞圈相当的尊重。原则上，只要你愿意报名，我们都会尽量给你们奖项的啊。所以，我们第二名有两组，是啊。经过讨论之后呢，我们直接哦把这个奖项、把这个奖金给它 double 下去。等于说呢，虽然我们的奖金哦看起来好像是只有10000块钱，但是是两组都有10000块。所以呢，恭喜我们第二名得主。那么第二名的部分，来小林老师可以帮我念一下啊。恭喜我们第二名得主 ，Main Boy 穿莲花薯条战队。恭喜我们的 Big Boys 以及我们的莲花薯条战队，恭喜你们，谢谢。来，莲花薯条这边请 ，Main Boys 这边站，来欢迎你们，谢谢。也请我们工作人员一样把我们的奖牌啊，以及我们的奖金交给我们李协理，再请我们协理来颁发给我们的选手们。那不然奖杯给他们好了哦。等一下这个奖牌给我们 Main Boy 啊，对，来妹妹，来，恭喜，这是你们奖牌，谢谢。那这个部分呢，一样啊，请我们的李协理把我们那个奖金牌子给我们的 Main Boy。好了，我们两组一样，我们靠拢一点，来一张大合照啊。来看镜头，3、2、1。好的，谢谢。好了，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奖金的部分，我们的卡迪娜他们直接两组都有10000块奖金，但是奖牌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两组一样下去稍微讨论一下下哦，到底奖牌要给谁？好的，最后没错。我们虽然只有4组，虽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最后冠军得主是谁的，但是呢，毕竟是一个正式的比赛，我们还是要正式的来宣布一下。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贵宾之一，我们的李协理来帮我们宣布我们待会的冠军得主。第一名是 Central Breaker， 恭喜我们的 Central。军的部分，谢谢。一样请我们的李协理来颁发我们的冠军奖牌以及奖金，谢谢。恭喜你们，这是你们奖牌，那这是你们奖金。我们的创意组冠军得主有15000元的奖学金，恭喜你们。来来来，往左边，我们一些人可以站这里，一些人来站这里，站这里，把我们协理给包围起来吧，好多小鲜肉啊！恭喜。来看镜头，3、2、1。好，谢谢。来，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得奖者来一张大合照吧。来，欢迎您，是。欢迎我们1、2、3名的所有选手们一样来一张大合照。评审老师们也是一样，帮我们李协理来，来我们中间让一下，我中间给协理一个空位，不好意思，来协理这边请。来，一样看我们官方镜头，可以吗？还是要再后退一点，这样可以是不是？好的，来看镜头，3、2、1。
这是动态的是不是？好，一样，三二一，对着动态镜头来玩一下，来跳一下吧啊！来，三二一，卡迪娜 ，Nonstop， 富含卡喽，谢谢。好的，再次热情的掌声来献给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创意排舞组的选手们，谢谢你们，也再一次要感谢我们的贵宾，我们的李贤林以及我们三位辛苦的评审老师，休息了啊，来来来来，是的，不是的，哎，讲台下去讨论啊，不要在台上就讨论起来，不好看啊，对，好的，是，这是来自于我们创意排舞赛。